新北医学这应用范围是真宽，而且会当伫医学上为这患者带来真济帮助。台药大学都八位毕业生，分别都出用这台大，一个新大，等各地大学这研究所，将要继续努力做研究，为这医学救人来尽一份心力。在实验室内底认真做研究，对不少大学生来讲，大学就是会当让你省四年。但是一挂新医系学生，硕士在大学二年级的时阵，就伫老师带领之下，进入实验室，并且有八位学生录取成大甲台大的研究所。总共有八位同学呢，考上了，分别考上了台大以及成功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所，当然也有相关学系的研究所。那我们这边呢，在大二到大四呢，每位同学都会进研究室进行专题研究。那这些同学呢，就是靠着这些专题研究，在推甄上面获得了极佳的成绩。到处大大考腔生物科学研究所的学生就表示，伊除了伫咧学长学姐，也个老师带领之下，开始做研究的工作。伫咧寒暑假，学生拢伫休困的时阵，伊同款到中基病院来实习，这个经验都可以顺利录取了研究所。林口长庚医院的邱正群医师进行合作这样子，所以我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到林口长庚医院的分子感染症医学研究中心进行实习。所以我首先要先感谢刘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到长庚去进行实习。那也要谢谢在长庚医院里面的研究助理还有邱医师的指导。那我的专题是利用斑马鱼作为模式动物，研究癌细胞中基因调控对于转移的影响。那我很感谢黄老师在实验室里面给予我的帮助。那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学习到的知识，也对于我后续推甄有很大的帮助。透过实验室的研究，累积真侪经验，甚至是参加比赛得奖，这挂成果拢予一百位学生有了上佳好成绩，会当录取研究所。八位表现优秀的准研究生，也感谢台业大学老师长期对因的指导。中视新闻考试馆戴川报道。